Welcome to Beautiful China. Hello, 大家好啊！现在呢，我是正在位于北约克的韩国 Galleria 超市为您进行现场的报道。我是 Maggie。那今天呢，在我们的韩国 Galleria 超市有这样一个活动，这个活动的名称呢叫做“多伦多星报美食之旅”。那是多伦多星报呢的美食编辑 Jennifer Ban 带领了54名大众美食评论家来到了我们的 Galleria 超市进行一个 store tour 的这样一个活动。现在呢，我们这个美食多伦多星报的美食之旅呢，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啊。现在呢，大家可以从我的身后看到现场呢是非常的热闹啊。现在54名大众就是美食评论家呢，然后正在观看我们韩国本土的师傅在 Galleria 韩国的超市进行现场制作韩国泡菜的过程。那也让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来亲身体验一下吧。现在呢，韩国的这个师傅呢，把大白菜和这个萝卜呢为作为这个主要的材料，将鱼露等各种调料，还有这个青菜呢搅拌之后，然后之后呢，他们会加在层层的泡菜之中，然后泡菜呢就具备了，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的形状啦。然后辣椒粉还添加了一些辣椒粉作为各个材料的添加，不仅使泡菜的味道更加鲜美，还能让白菜自然发酵，使蔬菜呢保持原汁原味。Hello，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呢，我仍然是在韩国的 Galleria 超市为您进行现场的报道。那今天的这个活动呢，叫做多伦多星报美食之旅。然后现在呢，我就有请到了我们这个 Galleria 市场经理 Catherine， 然后对大家为这个活动进行一个简单的介绍。嗨 ，Catherine， 您好。谢谢 Maggie。今天呢是我们多伦多星报美食之旅在我们 Galleria 的第二个，就是它是其中的一站。那今天是星期六，天气也很好。那大巴呢，大概我们有55个参加美食之旅的来自多伦多各个地方的报名的人来到了我们超市。那我们超市也感觉到非常荣幸哈，就因为多伦多美食这个主编呢 Jennifer Ban， 他是可以说城中的著名人物哈，尤其是在美食的这个行业里面，领域里面，他也很多年就是在不断的寻找开发各种好吃的这些食品。那他以前呢就来过我们店，然后呢曾经呢看到了很多好吃的东西，学到了好吃的东西，其中呢有两样他也放到了他这次出品的这个美食的这个 cookbook 里面。其中一道呢就是我们的叫做 kimchi pear salad， 就是韩国泡菜水梨沙拉。这是一个 fusion food， 是把这个西式的沙拉和韩式的泡菜结合在一起这样一道菜。另外呢还有一道就是我想华裔朋友还有韩裔朋友很多人都喜欢的那个猪骨汤，叫看扎汤，土豆猪骨汤，它呢也放到它这个 cookbook 里面。那么这次呢就是借它这个 cookbook 出这个 cookbook 之际呢，它组织了这样一个美食之旅，然后大概它今天会停5个地方，那我们是它的第二站，所以今天早上呢这个它就带领这个大巴到我们的这个超市。然后在我们超市呢，我们给了他们所有的人一个非常详尽的一个 store tour， 然后他们品尝了我们很多比较特殊的食物，其中包括呢我们的泡菜，然后我们的现做的这个豆腐，因为我们是多伦多唯一一个在超市里面有制作豆腐作坊的这么一个店。然后他们还吃了这个我们新鲜的正在制作这些 carby 啊，还有我们的 sashimi 啊，然后吃了之后呢也都了解了这个我们这些食品是怎么制作的，怎么呈现出来的。那么是这样的一个美食之旅正在我们这个店进行当中。
好的，那您觉得就是 Jennifer Ben 为什么会选择咱们 Galleria 超市，然后作为这个他美食之旅的其中停靠的一站呢？嗯，那其实呢，这个是我们也很荣幸哈，因为在作为那个大多地区，可以说这个少数族裔的这个超市其实是很多的，很有名的也很多。那我们 Galleria 呢是作为大多地区最大的韩裔超市，然后呢，它其中包括就是我们的内容，我们的产品是非常多的，然后包括服务啊、环境。啊，还有我们各个层面，应该说可以说做的还是不错的。所以 Jennifer Bay 呢，应该是经过就是基于这些因素来选择了我们超市。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超市做的食品，我觉得可以是说可以比韩式就是韩裔的一些这个真正的饭店做的可以说不相上下。所以而且呢，我们这边的那个 Top Chef 就是我们的厨师长，他呢以前在韩国国内呢本身呢本人就是。制作就是他怎么说呢，他是可以说是带有执照的中华料理啊、韩式料理、西式料理的厨师。另外他本人也在电视上主持节目，也出过同样的 cookbook， 所以他的这个 recipe 呢里面有很多的心得，有很多他的秘籍。所以他非常无私的在我们这个超市啊，我们有一些免费的这个韩式烹饪班，他都会把他这些心得和秘籍传授给任何一个，免费传授给任何一个大家喜欢吃想了解怎么吃的人。所以呢 Jennifer 也是来到这边学会了他的这个如何做猪骨汤，如何做这个泡菜沙拉之后呢，然后放到了他自己的 cookbook 里面。所以这是经过两代人，就是两国人哈，或者说两个不同族裔的人经过验证的，可以说是国际美食。所以呢，因为这几道国际美食呢 ，Jennifer Bay 呢带领了这么多人过来，然后来了解我们超市，来了解我们的这些韩式食品。所以呢，我们也感觉到很荣幸、很开心，也希望呢继续把我们作为美食使者的这个称号。继续发扬下去。好的，那就说我们华裔嘛，一般就是生活习惯比较喜欢去我们华人开的超市。那这个Galleria 是韩国人开的超市嘛，然后那能不能就请您介绍一下，就是向我们的中国观众介绍一下这个Galleria 超市近期有什么活动，然后呢可以吸引一些华裔然后来到我们 Galleria 超市进行购物。对对对，那虽然我们是韩裔超市，但是呢我们就是所这个 carry 的货品呢也不光是从韩国直接运过来的，还有很多呢就是当地的我们华裔朋友和西人朋友喜欢的东西。另外呢，我们也不失我们的特色，就是我们有很多这个从韩国进口的东西之外呢，我们制作的韩餐啊也是非常就是有特色的和非常地道正宗的。那么同时呢，我们也举办很多活动，希望呢能吸引各个人所有的人喜欢我们的东西的人过来。其中呢我们有一个是夏天经常会举办的，叫做 Oyster Festival， 是生蚝节。那去年呢我们做了大概三次生蚝节，非常成功，就是由我们那个进口生蚝的师傅过来免费给大家现场来开这个生蚝壳，然后非常新鲜的生蚝配上两种不同的汁，然后放在冰上呈现给你们，那么现场吃或者带回家当天吃都是不可多得的一个美味。那我们的 Oyster Festival 很快也要进行了，那么就敬请呢我们的 WOW TV 的观众能够关注我们，很快呢等我们就是 Oyster Festival 的时间定下来之后，能够到我们店里亲自品尝 Oyster 这个新鲜的生蚝。Today is the first ever Toronto Star Food Safari. I wrote a cookbook called the Toronto Star Cookbook. It's a very multicultural cookbook that has all the different cultures of Toronto in it. And there's a lot of Korean food in it. And one of my favorite places for Korean is here at the Galleria Supermarket. So we made a bus tour of about 50 people, Toronto Star readers, and they are going to 5 places today. This is stop number 2. To experience an Asian supermarket and to eat Korean food. Okay. And the second question is, we know you are the food editor at the Toronto Star. Yes. And please, what are your best tips for maintaining a healthy diet? Eat in moderation, which means don't eat big portions. Just eat a little bit so you're not too full. Cooking is really important. So it's fun. Everybody likes to eat out. But when you eat out, the food tends to not always be as healthy. So if you cook at home lots of vegetables and only a little bit of meat, it's better to cook from scratch instead of packaged food. So if you can follow a recipe and cook your own food, you'll usually be a little bit healthier. I heard your new cookbook has been published, and please introduce your new book to our Chinese audience. Okay. Yep.
for the Chinese audience. My cookbook, like I said, it's got lots of multicultural food in it. There's lots of Chinese food in it. I have a really good Sichuan peppercorn, chicken stir fry, and I have on the cover Chinese food truck noodles with ground bean sauce and pork and tofu. I have lots of Chinese noodle dishes from different restaurants, from Chinese restaurants. And I talk about places that I like to shop, and one of my favorite places is in Pacific Mall. It's Chan Chi Ki Cutlery, I think it's called. And you can buy woks there, the carbon steel wok to cook your stir fries in. So there's lots of Chinese recipes and places to shop in my cookbook. Yeah. Thank you. I'm very glad to talk to you. That was fun.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OK， 好，现在呢，这个呢就是我们在现场韩国 Gallery 超市现场为您发回的报道啊。然后今天呢，我们这个多伦多星报的这个美食之旅呢，已经完美结束了。然后如果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呢，如果您对韩国的一些食物啊，或者是这个韩国 Gallery 超市感兴趣的话，然后欢迎您到我们的这个865 York Mills Road 韩国 Gallery 超市进行购物。感谢收看今天的大多故事，我们下期再见。